在尽情享受音乐的同时，请大家注意安全，文明观影，我们一会儿见。Burning, b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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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ing
这样一座美好的城市在这里共度这么愉快的一个夜晚。谢谢你们。但其实我的这个英语水平比较有限，这个目前只会个大家好啊，还会一个萨萨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呢，我也研究研究，我学会之后再跟大家展示。比比要挂住嘞。这个你们也跟我们是留了很多的评论，是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分享。好，我们今天演唱会结束之后，明天。我在上飞机之前，我一定找机会先去品尝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哎呀，还真有同学猜对了，确实我们的开场就是《西游记》这首。但是为什么选择它作为整场的开始呢？这也是我自己设想的所有这一整场 Side Aisle 首唱会的核心主题就是《西游记》，因为。我觉得自我的表达非常重要，自我的表达也非常珍贵。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坚持自己的自我的表达，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稀有动物，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去经济富裕，可以去还击，对不对？今天是这样，刚才的开场大家满不满意呢？太热情了，谢谢大家，我就特别有动力啊。其实这次的这整个的演出，哎，谁说我可爱？我听到了。今天的这整场的演出啊，我准备了大概14首左右的歌曲，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风格的歌曲，有快乐的表达，也有诉说的有故事感的歌曲。还有2首完全没有跟大家公开过的全新的作品，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一首我已经剧透过很多遍了，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获得最美好的体验。我们终于第一场演唱会我们见面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夜晚。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听开始下一首歌，好吧？哎，邓哥老师别着急，还有话没说。这个我不知道，平时大家都做过梦吗？做梦啊，有同学做梦。那大家做的梦呢，是天马行空的梦，还是说一些美好的回忆的再现？大家肯定想到我的答案是什么，对吧？我的答案是我经常做梦会有连续剧，像动画片一样，我可以一篇一集一集的把那个剧情续上。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下一首这首歌呢，也是跟梦有关。这首歌是我在参加节目面试的时候演唱的歌曲。这个大家应该从来没听我唱过，我清唱，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哪首歌。哎，唱到这儿。我们都曾经寂寞给你放上话，我们都以为沉默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猜到了哈，是什么歌呢？梦一场。真聪明。我有点热啊，我。你们这个。我这期接下来这首歌呢，大家没有猜错。就是跟你唱
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愿我过去。我们改变了贪图而艰难的地方，我们委屈了自己，尽全力的路上，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你都知道。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梦回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本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所以在我这里有第一个挑战的关卡等着大家来跟我一起 PK 的。我有一个挺厉害的技能，我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我听一下。画画。你看大家都知道吧，我这个石头剪刀布确实是很厉害，但这个真的不是我自己做，对不对？朋友们也看了很多的节目，在节目里面这个石头剪刀布的 battle 从来没有出过，对吧？但是我见到我们自己的朋友呢，竟然也在超话里面，在直播里面 Q 了我这个流程，说要挑战我石头剪刀布，要跟我 battle。那我觉得我今天就给大家这个机会。那个，我跟节目组的姐姐们说了，准备了六个神秘的小礼物给大家。每次随机的抽取一位朋友来跟我完成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挑战，如果你们赢了，这个礼物就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赢，我们就三局两胜，再给你们下次的机会。但是说实话，今天我要是在节目里跟大家这个跟嘉宾一起这个 battle 石头剪刀布，我从来不害怕，因为真的是没有输过，有一种冥冥之中感觉是我一定会赢。但
但是我觉得跟在座的朋友们，我可能就没有那么自信了。毕竟是咱们自己来玩，这个结果如何，大家就且看这一轮的厮杀，好吧？那我们就请导演组的这个随机找一位朋友跟我一起来试试整条路。我们来一个知道就选的，我们倒计时3、2、1，然后我们就选第一位，好吧？3、2、1。初次见面，请多担待。那今天第一轮啊，第一轮游戏的第一个小礼物，我们俩来一起结合，好吧？我们说石头剪刀布，跟我一起用石头剪刀布。你看，这个我没想过，其实我没想到今天的两个真的不一定会赢。因为是跟我的萝卜粥们，所以我没有什么胜算。但你说这次的第一轮，我再送你一次机会，我们3局2胜，好吧？来，石头剪刀布，哎，老师，第一个礼物是什么？我给他们解锁吧。这个是第一个，我很想把礼物送给大家。哎，礼物出来，模仿表情包。哎，让我猜猜这个表情包有多么离谱。对这个可能多好，就接大家笑，然后比个大拇指，应该。谢谢大家笑的客官，好不好？笑客官，笑客官，谢谢。第二个表情包，这个感觉更简单，手一猛把我自己的脸挡住。手太大。谢谢。好，第三个表情包。我想到这个人没有动作，但我没想到竟然是这个 boss。 这个是我在家这个工作的时候，然后看着他坐在那个阳台看着我工作啊。那这个得给我配个字幕，对吧？我一只手搭在这个显示器上，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眼睛都够大。OK， 好，我们这个还有表情包吗？啊，好了，好，谢谢这位朋友。好，我们现在来。请坐，辛苦了。我们现在来抽取第二个礼物，好吧？我们倒计时，包括后面的朋友老师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继续聊得上去的话，也可以。准备，3、2、1。哇，这大家都是盛装出席，看到这个活动啊，谢谢，真是太厉害了。我看着这个妆发，应该就很需要很长的时间。好，那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对，先石头剪刀布，对吧？啊，不好意思，来，咱俩先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不必筹办，再来一把，我们3局2胜，好吧？石头剪刀布。哎，行，一平。第一个赢了我的萝卜粥，是吧？石头剪刀布。好，第二轮的礼物是什么？给这位朋友解锁一下，谢谢。那这个我是今天现场拍的，还是说回家翻一翻之前的那个拍的？给大家。老师告诉我，演唱会之后我会拍一张拍立得，然后辛苦你到时候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谢谢。我们倒数3、1，再选一位朋友，好吧？3、2、1。没事，慢一点，再来3、2、1。谢谢。在哪？我有点困了啊，来这位朋友。你好，我们来石头剪刀布，好吧？来，3、2、1，石头剪刀布。很困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儿。
来，再来一轮。石头剪刀布，来，点听好，石头剪刀布。好，哎，今天的胜利呢，我们马上把这个礼物就送给他。哎，讲一讲，这个我前两天录那个我们央视的那个《一转千年》那个节目，我的 follow PD 很逗，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他说了一个冷笑话，我觉得真的挺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我想想啊，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因为有鱼，对不对？为什么有鱼是蓝色的呢？因为鱼会吐泡泡。那为什么吐泡泡？鱼吐泡泡，大海是蓝色的呢？因为它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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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不到大家，我自己都感冒了，再讲一会儿就感冒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位朋友。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喽，预备，三，二，一，排位，老师把紧别拉大。好，这位朋友，请你们起立。冷白，嗯，哎呀，谢谢，谢谢。好，你们俩跟一起跟我们成年了，开心一点。应该有一个人赢了，就把这个份礼物送给你们俩了。如果他是一张照片，你就他比一下。来，石头剪刀布，真的赢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什么？送出一份签名纪念包。那我是现在就签给大家吗？把更精彩的内容尽快的呈现给大家。我待会后台结束之后，我的第二个 KPI 就是我要签一张签名专辑。待会儿这位朋友记得联系我的工作人员去取好吗？谢谢谢谢。我们几楼了？坐吧坐吧。还有两轮，来准备一下，我们倒数。我是哪位朋友？哪位朋友？好了好了，动作挺高。来，石头剪刀布，好吗？预备，石头剪刀布。再来一轮，啊，不许让这个啊！石头剪刀布，哎，行，很好。石头剪刀，石头剪刀。奖励什么？快点，粉丝群！这个根本不输嘛，输不完怎么办？这个是诚实的话。首先，我觉得我的萝卜粥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天真，像个天真的感觉，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生命力，同时温暖的那种能量，特别特别的鼓舞我。而且有很温暖的陪伴，有强大的力量所在，就是我的萝卜粥。而且跟萝卜粥没有讲不完的故事，有想去看看不完的风景，有想去到达的一个又一个的登陆点。我们先这样，最后整理个一个小时的，认真的夸夸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再来，最后一轮倒计时。好，您好，请您起立。咱们哎呀，一排真巧。来，您好，我们来个石头剪刀布。哎，不是石头剪刀布，下面是什么来着？啊，对，是石头剪刀布。串词了。来，我们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有礼物送给你。这个签名的大合照也是我之后要完成的一个任务，然后请联系我的工作人员，好吗？好，请大家。
大家就坐好，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开始我们的演出。有一些歌我挑的时候，我希望除了我自己的歌之外，我很多翻唱歌大家也能够跟我一起合唱，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的参与感会更高，所以如果有会唱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啊。你看，就像今天的这个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地方。那么，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创作更多更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关于舞台呢，我脑海里想到的画面，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次灯光的亮起，也有可能是一次从侧幕台走出来的过程，也有可能是各位响起的掌声，也有可能是舞台上的演出最漂亮的追光。这些独一无二的瞬间，我觉得恐怕只有一次都很美好。所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慢慢变老，好不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一次就好》，谢谢。我们一起合唱。在没有
知道我全部的心跳。有五分钟，欢迎到服装，再跟大家见面，好吧？
其实这里面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以及很感谢我的音乐合作方和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咱们所有人作为一个集体，共同支持我完成这一整个的呈现。尤其是这个 VCR 当中的那两个设定和概念，我希望能够就是把 Side-L 作为一个启程的出发点，继续能够在后面不同的舞台当中去越来越丰富的去延续这个概念，就是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可能是演唱会，也有可能别的方式，但是至少关于舞台的这个核心是不变的。好，然后咱们玩这个，创个奖，喝口水，谢谢。聊完自己啊，是不是？咱们聊聊太阳，因为永远发热的太阳，它似乎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燃烧着。现在清晨
开始朝气蓬勃的那种活力，在午后呢是满满的干劲，对不对？在夕阳的时候看看晚霞是最浪漫最温馨的那个时刻。但实际上我真正要说的重点是关于这首歌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能够永远被内心的太阳所照耀任何温暖。所以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首聪明一百分一百分，今天大家的表现都很棒。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一不动，也正是因为这些未知的挑战而产生的精彩。那 Side X 的挑战呢，是这个行程的第二关挑战，第二关，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它。我看看规则啊，这个环节其实是一个我们之间的默契大考验。 P
屏幕上呢会出现 A 和 B 两个选项，大家可以马上喊出你们认为我会选择的选项，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默契有多少，好不好？一共有呢十道题，如果我跟大家一起挑战成功了6道，就解锁一个小福利。演出结束之后呢，我会为大家录制3种不同设定的这个起床闹铃，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查收啊。第一道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大屏。但是我听到的一个居然是高音，我听到是烤冷面，但其实还蛮多人的口味，因为我是比较愿意吃辣，比较愿意吃咸口。但是呢今天晚上的选择不是它，因为我觉得我来到了广州，肯定要吃肠粉。所以我们这道题暂时先算没有通过，好不好？我请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让你赢的啊！来，你看第二个挑战，余生又是不是麻辣香锅？我有点听不清楚，我离近一点，好吧，我离近一点。说实在的，这次半斤对八两。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是对的，大家很懂我的心，因为鱼香肉丝已经正式的入住在我家里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对未知的麻辣香锅很感兴趣，所以恭喜大家答对了我们第一道题，好不好？麻辣香锅，哎，大家知道麻辣香锅不是叫香锅对吧？对，是炒粉。我们继续下一道题。老总给我送分题，确实也不强。因为我自己就经常跟大家分享嘛，我运动的时候，对不对？这都不用考了，大家晨跑还是夜跑？你猜对了，确实我最近夜跑比较多，因为白天开工会比较早，一般休息的工作时间只有在晚上。好，答对第二道，下一道题。三分钟对于我来说也是我在解放军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的基本功嘛，所以这个很简单。哎，我这个很简单，我来找个这个，但是我这个肚子不知道能受得住的猛猴吧？行吧，来吧。这核心要靠我那几单学会的英语啊，就三分钟了。好，希望大家答对。其实这是一个多选题啊，因为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基本功，背部的话，软开动作技巧的训练是一定要包，包括现在其实练早功之后，这些也是必要的。所以这是一道多选题。好，恭喜大家答对了第3道题，看一下。我看这个是几十秒，我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不小心，然后再考一下大家，走一下这个流程，好吧？瓷器狗还是？南锣鼓巷。好，恭喜大家成功，挑战成功。我确实是，因为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我跟老师们说，我说我已经无数次的幻想我退休之后的生活了。我特别想在瓷器口能够开一家小面馆，再开一家火锅店。如果我真的开了，我告诉大家。下道题啊。这个不会是每一道题都需要我假设的答案。听到你今天没有听过今天的企业，像很多的经典，就是像《大河之舞》啊，小说都有过。但是今天没看那个节目，跟大家展示了。芭蕾舞的话，其实也是大家也都看过嘛。我选了一个，三二一。
哎，大家懂我，毕竟芭蕾舞呢是跟我朝夕相处了很久的。我从舞蹈生涯的开始就有芭蕾舞，一直不断给我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就进去芭蕾舞，因为它要训练演员的身体素质。我觉得大家呢，一个手累，腿的话，这高跟鞋不太方便。因为二位，好吧，然后还有一个阿拉贝斯，然后阿大军。好，我们先这样，我们下一个小男好吧？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节目，我得适当的控制一下我的体力，准备了。向大家挑战成功啊！哎，等一会儿让我记一点啊，如果大家挑战成功了就告诉我啊。来，露营还是爬山？爬山去露营。这样，选露营的朋友们请举手好吗？好，爬山的朋友们请举手。我们爬山的朋友更多一点。说实话，我本来想选露营，因为我这个爬山爬的很多，我老跟大家分享。那我肯定还是雪山脚下躺在睡袋里，然后早上起来看日出、看日照青山，一定是更美妙的体验嘛。还没有试过的，但是呢，大家都那么选，那我也选爬山，好吧？好，恭喜大家，这个。答对了六道题，我们接下来就来解锁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礼物是什么？起床铃。哦，对，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我今天回去给大家录一些三个不一样的那个起床号，好不好？刚才怎么慌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一整场的演出呢，它一定要有层次，要丰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自己对话的歌曲，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对现实磨平棱角的这个挑战当中，永远不服输，永远做自己，永远坚持自己的心有足，找到都挺好的那个瞬间，并且一起勇敢去面对。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我选择坐在你台前跟大家诉说，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歌名了哈。稍等，我看一下二位。好，接下来一首都挺好，送给大家。Oh,
的天哪！我也有信心，将来一定要努力，永远永远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见你。谢谢你们给予我这个能够发挥能量，能够跟大家去交流的这样的方式，谢谢你们，才有了今天的呈现。所以呢，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我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在我的音乐老师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团队共同的努力下，未来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好，谢谢大家，确实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不能说，还有些观众。谢谢，谢谢大家。I'm sorry.
Yeah.
谢谢，我们是绿色的朋友。谢谢大家。这是一首新歌，大家喜欢吗？谢谢。其实这首歌呀，最主要想表达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温柔地面对一切，可以勇敢地共同地走下去。也像词里说的一样，歌词里说，我相信终究有一天我们会抵达彼岸，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但是也感谢你们的付出，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很好，就是努力的呈现更好的舞台。谢谢大家。我们接着下一首歌，好不好？考考大家，这是什么？耳朵，这大家应该已经听题干，关键词已经出现了，大家可能猜出来我接下来要表演的是什么歌了。这个其实虽然我自己很乱过，但是我还是能听见台下各位非常热烈的声音，所以呢，耳朵是很重要的感受的器官，所以听。感官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今天晚上更重要的是，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坐在台下，用耳朵听我唱歌，用眼睛看我的表演，谢谢你们。所以我今天还带来一首《多》。其实我也邀请了我的李老师和程琳姐姐，但是呢。因为他们俩同时给我回的信息是，程琳姐姐今天晚上要去浩哥的演唱会，所以暂时不能来到现场支持我。但我也是很感谢所有的前辈老师给我的帮助啊，尤其这次演出之前，我还想我的老师都去请教。盖哥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说哥，我这是我第一次这个个人的跟大家的这种演唱会，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需要去。注意的小技巧，小 tips 可以给我分享一下。盖哥说不需要技巧，你要记住，来到这里的人都是爱你的人，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因为爱你，所以他们才来到这里。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一次商业演出，而是一次很美好、很温馨的聚会。我想是这样的，但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我觉得我。同样也有一层意思，我更像汇报，我更像期末考试汇报。我给大家来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做了什么，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我学习了哪些内容。感谢你。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唱歌。我们拼命倾诉，没去改
秀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不同的情绪才变得丰富多彩。快乐也是一种情绪，悲伤呢可以是情绪，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那种难以自抑喷涌而出的那种情绪，被称为情非得已的情绪，是最极致的一种体验。对于我来说，大家应该今天很明显的能感受得到，我这个情非得已是快乐的情非得已，嘴角压不下去的情非得已。所以呢，我也很好奇，大家此刻的情非得已是什么呀？啊，我听到了，谢谢大家，我听到了激动，我听到了快乐。所以，无论它是什么吧，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独一无二的瞬间，让我们共同情非得已，好不好？Thank you.
就请去看清晰。
陷入你美丽的心底，美丽学生死在杂志上，就这样精美的就能展示你的 everything。就聊聊这整个专辑的这个制作过程。其实啊，这里面呢，我尽可能的想让我自己全程参与到选择 demo， 后面挑选完之后录音、编曲，以及整个后面发行的整个的部分，包括舞蹈的编舞设计，我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感谢大家，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整张专辑里面确实收获了很多。而且站在台上跟大家一起表演的时候，那种无法言语的幸福感，真的让我内心非常的满足，所以感谢，让我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另外呢，就是我也在想着以后未来有机会的话。谢谢，在大家的支持下，还有这个我所有老师们的支持下，我可以能够有更多的唱歌加跳舞的舞台，去跟大家一起呈现。而且有一件喜事，但今天很快乐是，确实我心目当中第一场演出，我希望邀请大家来坐在这里看演出。谢谢你，我很幸运，我实现了这个我自己的愿望。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音乐人，谢谢大家的支持。后面还有好听的歌曲哦。我其实刚才有听到好多的歌曲，大家都有在跟我大声的合唱，谢谢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没猜错，依然是一首大家一定能跟我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非常的耳熟能详，它在不同的年代与不同的人们产生了不一样的联系。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从广播当中听到的，还是从爸爸妈妈那个单车后座上听到的。我后面了解了，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好像还没有出生。它的名字就是爱，小伙子的名字是哪一年啊？可能我是没有七八年、八九年才出生，对吧？但是我知道啊，这首歌它依然讲的就是关于青春的朝气蓬勃的，大胆说出来的。所以呢，今天晚上这首歌，大家抬头看，我们演唱是不是把这个副歌的音量很高啊？融入到这首歌的这个表达里面。
所以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跟随着闪耀的灯球一起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好吧，回到那个快乐青春的年代，谢谢。大家一起挥了手，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演出要结束，是因为这首歌的气氛和氛围。广州是我们前往赛道星系的第一站，对不对？我在之前有发布过一则船长征集令，我不知道大家入场的时候呢，有没有把你写好的心愿寄往赛道星系？那么有心的就有请工作人员老师把你的心愿，把你的小船。拿上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先抽两个心愿出来，好吗？
我读的是一周，在人生的很多个有意义的时刻，我们虽然远隔山海，但都同频共振。在很多多个束手无策的观念前，你的舞台和纯粹的坚持为我提供了太多太多的力量。一周永远是我的榜样，也是理想当中自己最美好的。等待见面会很久，今天如愿以偿。想祝福我们的一周再多一些幸运，再多一些被人理解。我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里，我们继续书写各自的人生，独一无二的剧本。生活的热闹和生命的骄傲，一个都不少。未来见。谢谢大家。正如这位。是我的理想，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就是共同的看着彼此去成长，看着彼此去共同的披荆斩棘。不能再多说，就是是越变越好。下一。周周，请帮我祝福2024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就是你，祝福我们2024届的高三学子金榜题名吉祥如意，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学习学业的道路上，能够在自己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勇往直前，能够收获你想收获。当然，我也知道。其实感谢今天还有很多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可能是同学在上学，也有可能是朋友们在考试，也有可能是工作好繁忙的朋友，但是在我们不见面的时候，你们依然在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慢慢地支持着我，所以我想感谢在座的所有朋友，也感谢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所有朋友，谢谢你们。不能再煽情下去了。接下来呢，我把我无数次剧透给大家的一首歌带给你，而且我觉得大家也是我的 best。 谢谢，有请。
So what you gonna do to make me like a fool? So what you gonna do? So what you gonna do?尾声啊，对吧？那他就从到手都要哭，对不起。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演出即将要结束的时候，表示一下感谢。首先感谢所有的导演团队，感谢所有的我的音乐合作方。埋葬了上半场的所有的，因为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另外一个确实也是他们给我了很大的帮助，我才能把这整张专辑给大家剪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人。最重要的是感谢所有的你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本身我想有一个假的下场，是跟大家拜拜，好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 Memories 好不好？一起合唱吗？All the memories, we're just
记忆是一个名字，但其实在此刻我想把它变成动词。我希望能够建筑，我希望能够记住今天我们第一次演唱会形式的相见。我希望能够记住你们为我点燃的 starlight， 点燃的绿色的海。我希望我能够记住未来我们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记忆其实特别丰富美好，但是我会想说，不知道你们花这么长时间支持和陪伴一个人，会不会很辛苦？我想说的是，确实谢谢你们，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谢谢你们。我相信我们也当中不同的解锁，一个又一个的版本。谢谢你。这对于我来说还不是疯狂，是我最大的幸运，最大的梦想。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人，也感谢所有没有见面的你，谢谢你，让我们共同走出下一场上海。好梦，晚安。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大家赶快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好。这儿可以放我的手机地址了。好，谢谢。准备哦，3、2、1。我们去解锁不同的舞台，不同的位置，好吗？谢谢你们。初心永在，很感谢大家能够一路相伴，见证我的成长。这次我们不说再见，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让我们一起去看沿途最美丽的风景吧。晚安。